當然少得重頭戲，就係鹹蛋啊！有鹹蛋呢，如果鹹夠咧，煲好之後咧，其實可以唔係咁點落鹽都得嘅。你搣呢啲鹹蛋嘅殼咧，有啲核突嘅，呢啲泥漿咧，就可以濕咗。啲高啲完全咁樣嘅。先係抹一抹啲泥，啲泥咧黑色嗰啲泥幾多？力煲煲啦，我用轉用呢個湯煲，先知我今次煮啲咩啊？有地瓜啦，最緊要有煲湯要有芝士，跟住有鹹蛋，老公最最愛。唔知道我煮啲咩湯呢？啲咩就係攞咗個豬展出嚟，遲喺度碌，佢幫佢冇幫我斬碎啊！師傅，咁我而家咧就要洗佢啦，唔係要斬碎啊，斬一粒粒。啲骨嚟喎。
我話豬展喎，佢俾咗呢嚿骨我。煲湯唔少得要落蜜棗嘅，甜啲啊嘛。主要材料咧就係、節瓜啦，節瓜咧，因為我嚟做餸，煲完湯之後咧，嗰啲瓜咧係可以嚟做翻餸。先洗一洗佢先。咁啊。幾嚿節瓜要切咗個頭尾啦，包包住，咪批皮。
啲材料咧大致都擺曬個湯煲裏邊喎，咁而家要開水。